大家好，今天没上班，来到唐人街这边转一转。一直上班呢都上怕了，但是还是没办法，还得上班，不上班的话没收入的。因为生活上很多的支出吧，都是需要那个钱的，不是说想不上就不上的。这边的话是一个公园来的，很多老人都在这边聊天吧。上一两代的那个来美国的，就是老人嘛，这些华人嘛，来久的话，估计也是，也就是说他们那一代也是辛苦干了十几二十来年吧，二三十年都有吧。现在应该是都是退休了，白天都在公园这边。这边老人多数都是福州老人，我也是福州人嘛。不过我在美国上班才上十几年，还有路还是很长啊。一般工薪阶级的人的话，最少我看都要上到60岁，后来或者说差不多负左右这样子。因为工薪阶级的人，因为是最辛苦的，工作一停的话，你就没有收入了，没有收入就等于说要，你最起码你房租都要交嘛。而且在美国这边的话，你如果有一栋房子的话，你还要交那个地税。所以说地税的话，我们这边是曼哈顿，我是住在布鲁克林那边，布鲁克林那边的话，一般的房子地税的话，一个家庭的话都要5-6千都有，两个家庭7-8千都有，更贵的也有。这边的话就等于说他们等于说廉价的蔬菜水果在这边卖，因为没有那个房租嘛，所以说卖的就便宜一点，如果是在超市里面那就贵一点。这个老人不知道怎么好像摔倒了。当然这边的话就是代表那个曼哈顿的一个部分，不代表就是说整个曼哈顿，因为繁华的地方的话其实不在这边。一般繁华的地方的租金的话贵得要死，曼哈顿的唐人街这边算廉价，租金算廉价的，但是当然也是很贵。这边摆地摊的相当的多，这边就是找工作，当然现在找工作都是在上网找工作的。在地图里面我们是在这个地方，但是曼哈顿很大。这边的话就是说福州人比较多一点，往前面走一点的话，那边说粤语的广东人比较多一点嘛。视频就是前面的话往
往那个左边拐进去，就是等于说在西北的方向，那个金融中心就在那边了。金融中心的话，就是那个华尔街啊之类的，纽交所啊都在那边嘛。这一座的话是明哲徐的雕像。上面写的是那个世界禁毒先驱明哲徐，也就是说视频前面的话一直往前走就是那个纽约的金融中心了。相反的方向就是往那边，就是中层上层那边的方向了。这边的话一直向前走就可以到达那个中层。现在大概是12点嘛，但是这边睡了三个烂汉在这边，酒鬼在这边。然后这里的话是那个孔子的那个雕像，孔子像。这边小巴是可以从长滩的街坐到那个法拉盛的。我今天本来的计划是去走那个布鲁克林大桥的，因为就是主要的目的就是出来活动一下。平常上班的时候，因为都是坐在车上的话，就是说没有多少运动嘛，偶尔也会去那个健身房走走。今天出来的话，走了，手表上显示走了消耗的287卡路里。其实也不多了。现在我所在这个地方也是唐人街，但是这边的话游客会更多一点。前面的话英文叫做 Canal Street， 就是坚尼路嘛。这边的话游客会更多。刚才那边的话是我们福州人多一点嘛。以前的时候这个地下商场下面是卖一些那个精品之类的。80，这个120美刀，15美刀。25美刀。因为前面的话卖一些象征纽约性的那些东西，比如说那个自由女神啊，这些东西，一些饰品啊，一些衣服之类的。而且这边也是那个交通的要道，非常繁忙的一个大道。到这边的话，视频也到这里了，拜拜。